是钓鱼精神，祈福社运敬拜典礼，典礼开始。主理官请就位，恭请咱行政院院长苏贞昌请就位，陪礼官就位，恭请咱台南市长黄伟铁请就位。恭请咱赵云江主政委员兼委首及全体委员请就位。恭请咱立法委员候选人郭国文请就位。恭请咱台南市议员林志典、王金德、蔡凤全、蔡素秋金请就位。恭请咱赵云江咱历届苏南关五组会联谊会会长陈世林及咱遮会员请就位。恭请着咱民进党台南市党部主任委员黄宪条请就位，也恭请咱立法院参选人咱陈小仪哈请就位。典礼我就位，啊，有典礼请就位，邀请咱各界中外贵宾、咱各位先生大德请就位，献上香礼，进香。咱立法院王定武哈，拍摄哈，啊，咱立法院陈进明哈，拍摄哈，啊，拍摄。全体同，由咱中央玉铁大天顺受十二香龙之特别尊神，行三上香礼，拜。心胸一柱通俗界。贵人参拜，灵气开。十二分王坐显灵，祈求国泰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事事无灾，不日有庆。再拜，祈求国运昌隆，为民造福，百业兴旺，安和乐利。更祈求咱立委补选民进党为提名郭国文先生，会当官运亨通，个别来当选。三拜，来祈求咱苏院长、咱各界元首，政康康泰，国务祥和，全体贵宾合家平安，万事吉祥，请受香。行三献礼，恭请咱行政院长苏贞昌先生啊来行敬献礼，行献花礼，进花。行献花礼，献花。鲜花呈现千岁爷，菊花三径一天香，水气来调显圣灵，护佑台湾及万民寿化。行献歌礼，进歌。行献歌礼，献歌。献歌呈现千岁爷，金鸡宣庭结玉果，
各受蟠桃答圣音，天使五福化真相受果。行现在彼的尽在彼，行三现啊，在彼的现在彼，在彼听言千岁啊，灵光普照，应耀明，不落天宝万年河。国运昌隆，庆太平，寿在平。全体中国贵宾、各位先生大德，一同在向咱中英公引主，祝贺大天顺寿，十二金龙之德进行行三鞠躬礼，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礼成。感谢啊，感谢咱行政院，咱的院长苏贞昌哈啊，这边咱院长一个红包要来给咱中央，由咱中央主任委员兼维修代表哈啊，非常的感谢，非常的感谢哈。好啊 ，OK 哈。啊 ，OK， 来，咱讲。